好，谢谢你们，然后。大家，这边是沙瓦分局港口派出所徐信华。啊，如果小孩子有受伤，或者是可能从学校回来有情绪不稳定的一些问题，可以通报给那个社会局，或者是打13妇幼保护专线。好，啊，也可以到我们港口派出所咨询。哦，我们都很愿意帮你们处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长官。好，谢谢长官哈。今天是我们来这边，除了活动以外，也是我们儿少保护宣导哈。那个警官，请留步一下。来，这百忙之中赶到哈，这是我们协会的那个纪念品，我们中国纪念。好，谢谢长官。谢谢你们哈，谢谢。这个儿少保护法大家要宣导起来哈。